當我哋嘅親人忽然之間離去嘅時候，如果佢身體一部分可以留喺其他人嘅身裏邊，幫嗰個人獲得重生，呢、這個世界仲有好過呢啲咁嘅事咩？你同埋家人嘅一個重要決定係可以幫助到七個家庭。希望我哋嘅機構、學校、團體都一齊嚟支持器官捐贈。施比受更有福。當然我哋希望永遠都可以長壽百歲，但係如果真係要離開嘅時間，我哋點解唔去為愛人間呢？第三屆香港器官移植及透析人士運動會喺九龍灣運動場舉行，大會希望透過運動比賽提升器官移植同埋透析人士嘅身體機能，加強病者自信心，讓康復者發掘自己嘅潛能，向社會展示器官移植嘅好處，提高大眾對器官捐贈嘅意識。幸運的康復者能夠重新踏上命運的軌道，做一般人能夠做的事，例如運動。兒童病患者亦都因此重新得到健康快樂成長的機會。不過在香港幸運的病人並不多，現時有超過2500位病人等候器官移植。我們全力支持器官捐贈。我們全力支持器官捐贈。錯了